同学们，你们听过虹吸现象吗？虹吸现象就是运用压力差还有液体分子间内聚力的液体移动现象。简单来说，虹吸现象就是帮水搬家，不但可以帮我们煮咖啡、排污水，还可以提供灌溉用水哦。那到底虹吸现象都出现在哪啊？锁定生活里的科学，带你找出生活里的虹吸现象。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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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我水已经换好了哦，这样你看可不可以？嗯，好耶，博元辛苦你了。不会啦，天气好热哦。那我来请你喝饮料。哇，这么好。可是女士优先，我先帮你倒一杯哦。女生最喜欢粉红色了，来帮你倒第一杯，这样应该够了吧？那我呢？大太阳底下这么辛苦，一定要喝多一点啊！我要把它倒满满。哇，这……你这个杯子怎么会漏水啦？服务员，太水啦！忘了跟你说，这个是公道杯哦。哈，公道杯。想一想，公道杯里的饮料为什么会流出来呢？答案是 A 白努力定律， B 毛细现象， C 虹吸现象。科学不思议，答案就在生活里。哇，刚才为了救这个杯子，害我到最后只喝到一点点而已。哦，博元，因为你刚才贪心了，你倒饮料只给我倒了一点点，可是自己却倒了一大杯，所以喽，公道杯就帮我主持正义，还我一个公道喽。哦，你说这个杯子，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哎呀，神圣的公道杯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原谅小的无知鲁莽啊。不是啦，博元，公道杯他不懂读心术，其实运用的是虹吸现象啦。你说这个一个小小的杯子里面也有科学原理哦？是啊，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现场吧。实验一，揭开公道杯漏水的真相。哇，这个就是公道杯里面的构造吗？是啊，博元，你现在看哦，像你刚刚一样加饮料下去，但是呢，这一次我的饮料是加到没有超过这个吸管口的顶端，我用给你看哦。只要会不会流出来啊？不会，只要我的饮料没有加超过这个吸管的顶端的话，饮料就不会流出来哦。真的耶？那我看看，我把它再贪心，像我刚才一样多加一点点的话会怎么样哦？像这样子有经过吸管的顶端，喂，它真的就会流出来了耶。对呀。为什么啊？当你饮料加超过了这个吸管顶端之后呢，吸管里面进水口的压力它就会大于出水口的压力，所以饮料就会被这样子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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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就会吸出来咯。我懂你的意思了啦，你是在说哦，这个吸管口啊，它不只是受到了大气压力的影响，它因为在液体里面，所以它也会受到液体压力挤压的影响，所以它呢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另外这一个吸管口呢，它只有受到大气压力的影响，所以它的压力就比较小一点点咯。没错，所以咯，液体的压力大就会往压力小的地方流，所以这就是虹吸现象。你们答对了吗？早知道刚才啊，我在倒饮料的时候多多观察一下，我就会发现这个杯子里面有虹吸现象的机关，我就不会上这个公道杯的当了。所以虹吸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嘞？真的。同学们，那生活中还有什么虹吸现象的应用呢？那我们现在就赶快一起来找找生活里的虹吸现象在哪里。生活里的虹吸现象在哪里？鱼缸要换水，千万别连水带石头全部倒出来，只要用虹吸现象就可以轻轻松松将脏水排出。虹吸喷泉，宝特瓶里的吸管压力大，于是水就从压力小的顶端喷出，形成喷泉咯。生活智慧王，阿妈也利用虹吸现象将雨水收集成生活用水，很聪明吧？洗脸盆的排水管为什么是弯曲状的呢？这也是因为要利用虹吸现象将污水排到下水道哦。
虹吸现象真的好厉害哦。是啊，只要利用压力差使液体流动的话，就可以帮我们解决生活上许多大大小小的困扰。哎，真的。哎，不过伟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洗手台下面的这个排水管要是 U 型又 U 型的呢？造型好看吗？当然不是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也跟虹吸现象有关哦。它是有一个原因的哦。来，你看一下哦，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这个排水管，它就是这样 U 型过来。哦，对对对，我们的排水管就是长成这样子一个 U 型的。是的，然后我现在把水倒进去，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啊？好，这样子，我们像原本在洗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水会经由这个水管一直流流流流流，对耶，流出去，对不对？对。然后呢，你再看好了，当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的时候，就会发现中间这一段都会流不下去。对。然后这一段呢，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哎。这一段叫做水封，你知道是要做什么用的吗？我不知道哎。哦，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水封，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哦。因为我们这样子排水道排下去之后，是排到污水道，而这样子污水道下面的臭臭啊、虫虫啊，其实都可以从这个排水管爬上来。只不过有了这个水封之后啊，这些臭臭就会阻隔掉啦，然后我们家里就不会因为下面的排水道而臭臭的喽。厉害厉害，佩服佩服。可是伟伟，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什么事啊？就是啊，刚才啊，我喝的那个饮料被公道杯都流光光了，我可不可以再多喝一点啊？好啦好啦，那我请你喝咖啡。哦，耶。那我要请我的两个小天使帮我把我的咖啡壶拿出来。哦，好。子清、怡文，欢迎。你们的道具也准备得太齐全了吧？可是伟伟姐姐，我们不会用咖啡壶来煮咖啡了。没有关系，小宝贝，现在我就来跟你们说。来看这个呢，是虹吸式的咖啡壶。是的。那下面啊有这个酒精灯。现在呢，伟伟姐姐就要先把它加热，加热的时候要小心安全哦，一定要有大人帮忙。好，加热了。酒精灯加热。有了有了有了。我要倒。这个壶的下方，你们看哦，现在啊，下壶的水它受热了之后呢，它慢慢受热之后就会传到上面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加入咖啡粉，然后就可以煮咖啡给你们喝了。哇！人家不是说水会往低处流吗？对。为什么这个咖啡壶的水会往高处流？好，伟伟姐姐正在忙，我来解释给你听。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呢，下壶的水正在加热嘛，然后这下壶的水就会觉得我好热，我好热，我压力好大哦，赶快跑上来避难，所以他就跑上来了。也是这么说啦。但是如果水都跑上去跟咖啡粉做朋友，那我们怎么让水降下来变成我们喝的咖啡啊？热升冷降，水怎么降啊？喂喂喂喂，你是家事达人呢，原来你也不知道哦。哎呀，没关系，那我们现在赶快来问问老师就知道了。好，老师，我们有问题。如何让咖啡壶上壶的咖啡降到下壶饮用呢？压力的变化让虹吸管带的水在高低位置之间流动。怎么让上壶的咖啡可以流到下壶的咖啡？我们要喝咖啡耶。好，首先我们请博远啊，把底下的酒精灯移走，并且熄灭。好，移走，然后熄灭。对。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用湿的布，把下壶的外壁呢，我们把它包住，让它的温度下降。变小，然后呢，上面的咖啡自然就会乖乖的往下。老师，我们看看。好。哇！哇！好。啊，原来这么简单哦。对啊。我们只要呢把酒精灯移开，让它温度变小，湿抹布一包裹之后，咖啡就会下降，我们就可以喝咖啡了。我们没有想到。对啊。还是不懂哎，刚才博扬哥哥说，水啊经过加热之后就会有压力，然后就会往上跑。很好，
这是因为啊，下壶的水受热的时候呢，温度升高，气体压力会变大，是，所以呢就会把底下的水啊挤压到上壶来。嗯，你看看水分子一个一个的前赴后继上去跟咖啡粉结合，哇，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又浓郁的一杯咖啡啊！水分子、咖啡粉，你们的结合是如此的棒。没想到煮咖啡也跟虹吸现象有关呢。所以呢，我们这种咖啡壶啊，又称为虹吸式咖啡壶。哦，可是老师，虹吸现象还有什么样的特性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分钟的动画，你们就知道喽。请看，一动你就懂虹吸现象。你知道怎么帮大鱼缸换水吗？拿一根水管，水管的一端放进鱼缸里，然后对着另一端吸气，鱼缸里的水就自动流出来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一吸气，水管里的空气压力变小，水就从压力大的一端流向压力小的一端，这就是虹吸现象。简单的说，虹吸现象就是因为压力不同造成液体流动的现象。看看这两缸水的位置，一高一低，用装满水的虹吸管连接起来，水会从高的水缸流到低的水缸，因为向右流的水压大于向左流的水压，直到两缸水的水面一样高，两边的压力相等，水就停止流动喽。你发现了吗？马桶冲水也是利用虹吸现象哦。当我们亲按马桶的冲水开关，常常冲不掉便便，就是因为压力不够大。这个时候，只要冲水开关多按几秒钟，让大量的水带来足够的压力，便便就头也不回的被冲进下水道喽。好，看完一分钟的动画，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虹吸现象的原理，让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科学游戏吧。哇，好呀！期待很久了。想一想，我们要怎么利用虹吸现象的原理，让这杯水能够移到这边来呢？用虹吸现象啊，要用这个管子。对，刚才一分钟动画有提到，虹吸现象要使两边的水面高度有差异，是压力不同才可以让液体移动。啊，我知道了，现在两个杯子只有一杯有水，那把它垫高，然后再把管子放进去，应该就，怎么没有？水面一个高一个低，而且都有不同的压力，为什么液体没有从这边变到这边啊？对呀，别忘了，虹吸现象的原理必须是这个管子里面啊要充满水。这边不就有一盆水了吗？来，这样子把管子装满水。哇，博元你好聪明哦。对，你看这样子水不就都满起来了吗？真的耶。好，那接下来子欣交给你放进去哦。好，先放一个，一个高一个低，然后再放下去。哇，各位观众，这就是虹吸现象。哇，太成功了吧。是老师，我有问题。为什么管子里面一定要充满了水，才可以把水吸上来啊？因为塑胶管里面有空气，所以首先我们要把塑胶管呢浸到水中，是的，把里面的空气排走，然后呢把两端放到杯子里面，利用两边的压力差，是，这样水就可以由高处流向低处。老师，所以刚才如果在流的过程之中啊，我把这一杯水这样子提高，它的水面就比这杯高了。你看，它就回来了。看起来好像好好玩哦。那不如我们就来玩吧。那现在立即进入下一个单元，科学好好玩。科学好好玩，虹吸现象水循环，科学好好玩。今天玩什么？玩喝饮料。太有默契了吧。在喝饮料之前，我们要先来完成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挑战呢。是的，就是要来控制这两杯水里面水位的高低，让水可以不停的在里面循环哦。可是啊，我们为了增加游戏的难度呢，现在我们看这个杯子上面画了一条最低水位的标准线哦。没有错，而且
且待会呢，你们要利用这个吸管来控制这个水杯里面的水量，但是要记得你们的水呢一定要控制在博元哥哥画的这个最低水位以下哦，才算是标准。是的，哎，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哦，等一下会计时60秒，在这60秒里面啊，谁可以来回循环最多趟，那他就算是获胜了。那两位，你们知道，你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清楚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让你们可以更熟悉，现在马上就来练习一下吧。我想要把长的放里面，然后短的放到这边当出水口，然后吸管里面一定要有水，所以我会先吸一口饮料，之后上面下面都一定要先按住，之后再把一头放这边，一头放这边，就会流出来了。哦，我先把吸管反过来，然后吸之后让吸管里面都充满水，然后呢再把它放下去，应该就可以了。哦，好啊，好啊，好啊。水是不是没有在动了？有哎。哦，有就好，有就好。然后换这边啦，换这边，等到它低于线的时候。哇，怡文，你看吸管没有再吸了，而且没有低于最低的水位耶。哇，我们成功了，太棒了，我们这一组测试成功。啊，老师，我们要怎么让杯子里面的饮料来回流动呢？看来你们都掌握了饮料流出的方法，但是要让饮料来回流动的秘诀，就是无论如何要控制杯内的液面要高于杯外的吸管口。当饮料快低于杯内的吸管口，可以试着移动瓶身，就有机会可以成功哦。哦，伊文，听完老师这样子解说之后，你有没有更好的想法啊？有啊，把吸管的位置交换。然后先吸一口，之后让吸管里面有水，然后呢，让水流到平衡之后，再来做调整。哦，好好好，那你来试试看。哎，开始流动嘞，到平衡了。哎，等等，可是怡文，你现在让两杯的这个水位啊，到达到一样，这样他们的压力就一样，水就不会流动嘞。对啊。就这样，所以我才比较方便可以调整啊。哦，你好聪明哦！可是你要记得，我们只有1分钟的时间哦。那我们这一组改造完成，虹吸现象水循环比赛开始，加油！加油！照你刚刚自己说的那个方法哦。哇！你今天太厉害了吧！你是我的偶像。快一点，出水口和进水口哦。开始，那我开始算喽。啊，后面有1分了。好了，然后呢？你要怎么调整？接下来你应该要怎么做呢？ OK， 两次。很高。怡文那边怎么样？加油！哦，2分。哎，换3次啦。注意这里的吸管。3分。好，注意。准备迈向第四次，准备迈向第四次。剩下10秒喽，9、8、7、6、5、4、3、2、1，时间到！哦，第四次有没有过？哎，好可惜哦！刚才啊，我们这一组因为紫青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有稍微的停滞，所以啊，我们的水循环就稍微暂停了一下下。可是紫青还是很认真哦，我们得到了3分。怡文在刚才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本来都很顺利哦，对啊，但是后来中间因为吸管跑了空气进去，所以饮料就流出来了，后来就没有办法在里面循环了，但是也很棒哦，得了3分。哦，所以这一次也太有趣了吧，两个人竟然是同分，所以结果是平手。今天学的这个虹吸现象真的很实用哎，对不对？对啊，不但可以帮我们冲咖啡，还可以排污水，更可以激发我们的创意玩游戏呢。哦，不过你们一定不知道，虹吸现象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做稻虹吸现象，而稻虹吸呢也有帮我们完成了很多伟大的发明呢。我知道，像是啊，我们这个
洗手盆的排水管，还有马桶的设计，其实都和虹吸现象还有倒虹吸现象有很大的相关哦。之后你们可以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排水管，像是啊，我们看到排水管的第一个 U， 它是倒虹吸管，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 U， 像彩虹一样的这个 U， 它才是虹吸管哦。哇，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倒虹吸现象呢，可是帮我们完成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哦。你说的是？没有错，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科学大作为。科学大作为。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台中新市啊，有一座白冷圳，而这个白冷圳呢，也是运用倒虹吸现象的原理啊，把地势比较高的积水一路的翻山越岭，引到了16.6公里之外的新社地区来灌溉哦。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运水灌溉呢？这是因为日据时代，日本人为了发展台制糖业，于是选中了气候、土质都很优良的新社台地栽植蔗苗。可是，在引导灌溉水路时，却发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新社的地势比较高，可是他们又缺水。于是啊，日本人很聪明哦，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就发现了可以从大甲溪引水来新社这里灌溉蔗苗啦。是啊，所以为了要让溪水可以翻山越岭的来到新社，溪水它如果经过山壁的时候，它就会建一个隧道。那如果它经过了溪谷的话呢，它就会建一个渡槽。为了就是要让水都可以顺利的通过。那如果遇到了大溪谷的话呢，它就会运用倒虹吸现象的原理啊，让溪水在上面，然后这样子冲下来，然后再运用这股冲劲儿往上一冲，就冲到了顶端了。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好有智慧哦，他们知道怎么利用这些环境来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哎。所以啊，我们就要用心的学习，把前人的这些智慧啊，通通都学起来，然后啊，我们就可以再发明一些啊，可以更便利人类的发明哦。哇，博元，没想到虹吸现象可以激发你这么多的雄心壮志。哇，我现在就有一个好主意了，来，我跟你说，我啊。可以在鱼缸换水的时候就使用虹吸现象，然后来引到这个盆栽里面来浇花啊，然后呢，我再把这个浇花剩下来的水，然后再拿到鱼缸里面，这样子来回循环的运用。哦，我真的好聪明哦，以前怎么没有想到？我先来做实验啦，拜拜。等一下，博仁和那个同学们说再见呢。同学们，生活里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嘞？生活里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博仁，等我啊，你要种什么菜啊？你知道怎么帮大鱼缸换水吗？拿一根水管，水管的一端放进鱼缸里，然后对着另一端吸气，鱼缸里的水就自动流出来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一吸气，水管里的空气压力变小，水就从压力大的一端流向压力小的一端，这就是虹吸现象。简单的说，虹吸现象就是因为压力不同造成液体流动的现象。看看这两缸水的位置，一高一低，用装满水的虹吸管连接起来，水会从高的水缸流到低的水缸，因为向右流的水压大于向左流的水压，直到两缸水的水面一样高，两边的压力相等，水就停止流动喽。你发现了吗？马桶冲水也是利用虹吸现象哦。当我们亲按马桶的冲水开关，常常冲不掉便便，就是因为压力不够大。这个时候，只要冲水开关多按几秒钟，让大量的水带来足够的压力，便便就头也不回的被。